到这个公益项目呢，也获得了很多网友的广泛关注和支持。百度的 TFBOYS 吧，百度的 XO 吧，还有百度的鹿晗吧，百度的陈奕迅吧，和百度的张艺兴吧，以这五个明星吧命名的五所五年级校舍，也将在第二期正式的启动。希望。